这就是我的命运吗？我的小狗狗，爷爷，我还以为爷爷你出了什么事呢。你这家伙，爷爷没事，好模好样的。真的吗？现在没事了吧？是啊，不用担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天下四杰，为什么没有抛弃世俗之情？也有必要知道。需要再靠近一些。
需要再靠近一些。真是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会出什么事呢。